我们敬礼传承祖师，敬礼了明和尚，敬礼沙迦正空上师，敬礼十六世大巴瓦王卡玛巴，敬礼图登达尔基上师。我们敬礼坛城三宝，敬礼今天的护摩主尊，依悉嵯峨尊者，敬礼四守方，八方空性，二十天天女。敬礼莲师五大活母，依悉嵯峨曼达拉瓦释迦迭瓦卡拉西帝塔西。师母，丹增伽座，图登悉地，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以及各位同门，还有网络上的同门，大家午安，大家好。爱してる。谢人的。Hola amigo。Que quiero mucho。Sigo bien。一句吧，気持ちいい。準備。やっぴ。プリンプリン。こんばんは。な、こんばんは。こんにちは。是午安啊，不是晚安啊。こんにちは。你好，大家好。啊，现在通知大家，下个礼拜天，8月16日下午3点 PM 是力度母护摩法会。那么力度母呢，就是多罗菩萨，多罗菩萨。那么一般力度母跟21度母啊，都会，一般来讲都是一起会来啊，力度母跟21度母跟这个除瘟疫度母都会临坛，就会到我们的护摩坛来。那么力度母曾经在高雄啊大义雷藏寺这个传过法，那我们也做了很多次的这个21度母
也做了好几尊，其中除瘟疫度母也做了好几次。那希望大家能够踊跃的报名这个主祭。那力度母是很难得的啊一个菩萨。我以前讲过，那个十六世大宝法王讲，他白天他就修度母，晚上他修护法，这是他日常的功课。白天就是修度母，晚上他修护法，就大黑天。大黑天，马哈嘎拉。所以，这个十六世大宝法王卡玛巴曾经讲过，度母很容易相应，很容易相应。那么今天呢，我们是做依喜撮嘎的护摩。啊，大家也知道依喜撮嘎本身的来历都讲过了。他在过去世曾经是长梯菩萨，长梯菩萨，佛陀时代他曾经是长梯菩萨，他也曾经是白度母啊，依喜撮嘎也曾经是白度母，他甚至是恒河女神，在印度的恒河女神也曾经是沙拉萨蒂妙音天女，他的来历非常多。后来依喜撮嘎也曾经转世，就是玛吉拉尊啊，曾经转世玛吉拉尊，所以他的来历非常大。那他的手印呢，就是一手握拳，一手握拳，其实是持金刚杵，持金刚杵，一手是拿着嘎巴拉，啊，拿着嘎巴拉的。他的这个手印，那么他的咒语呢有三种， Om Beja Isi Choga Benma Hom Om Beja Isi Choga BenmaHOM HOM PAY OM BETA ISHI CHOGA BEMA SET SO HA、啊、它有这个三个咒语都是可以用的。它最主要呢，刚开始的时候啊，这个莲华生大士啊，有传他的这个所谓大圆满九次第，大圆满九次第，就是声闻圣、菩萨圣、缘觉圣，然后呢，密教的四部。行部、瑜伽部，最后的
马哈瑜伽、阿努瑜伽跟阿底瑜伽，后来一起抽伽修成红光化身。红光化身，它可以讲是灵马派。灵马派很重要的一个弘法的教主，他也是等于灵马派的一个教主，莲华生大士，他是第一个佛母，第一佛母，他修成弘光化身，是很伟大的一个尊者。啊，他的修行有很多的要点。这个莲华生大师有教他，这个关于食、衣、住、行、身、口、意种种的要诀，种种的口诀。所以伊悉抽伽是很大的一个尊者啊。那在说法开始的时候啊，先给大家讲一个笑话。在一个精神病院里面，有两个病人正在热烈的讨论一本书。这病人 A 啊，就讲这本书啊，实在写得非常不错，写得非常好。病人 B 就讲，真的写得太好了，根本是一部旷世的巨作，一句废话都没有，而且简洁有力。不过只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出场的人物太多了。这时候来的一个精神医院的这个护士就讲，喂，你们两个赶快把电话簿放回去。原来他们看的是电话簿，电话簿真的是没有什么废话啊，只有人物。现在我们进行你问我答。哇，这是来自于中国内地的弟子问的。弟子平时修法，进入三昧地的修法方式是：虚空中诸佛菩萨放光照过来，自己变成师尊，心轮莲花上夜轮中的后日放光照向佛菩萨，光光相照，然后呢禅定在光中。他的修法很奇特，所有的诸尊放光照他，他自己变成如师尊，然后心轮莲花上夜轮中的后日放光回照所有的诸尊，光光相照，然后再禅定在光中。
有一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中师尊在虚空放光照我，我也在梦中持师尊心咒，心轮莲花开放，莲花上夜轮红日放光照向师尊，光光相照，一刹那间自己变成了卢师尊，跟着就醒过来。他做梦啊，一请问师尊，我入方式是否要改？从中脉出去，进入虚空。二，往生时一定要从中脉离开往生吗？他两个问题问我的入我入的方式是否要改，从中脉出去进入虚空。那我这个时候告诉你啊，你第一个问题，如果从中脉出去进入虚空，进入虚空，不知道你进入虚空的哪里。其实这个方法呢，你用的方法是可以的，你用的方法是可以的啊，你现在目前修行是可以的。那你如果从中脉出去进入虚空，或者是应该是从中脉出去进入本尊的心中，或者进入卢师尊的心中，这个是可以的。往生的时候一定要从中脉离开往生吗？当然，因为啊，密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脉就是中脉。你的命气本来是不动的，在心轮里面的命气是不动的，但你当你心轮的命气动了，从心轮的命气经过中脉，经过顶窍，然后到诸尊的心中，从此不再回来，就是往生。如果你进去了师尊的卢师尊的心中，然后再回到自己的心中，那个不是命气，那是你自己本身所观想出来的幻身。所以原则上往生的时候一定要从中脉离开往生，这是一定的，从别的地方往生都不对。因为中脉通这个顶窍，你如果从眼睛出去就是失声，从耳朵出去就是触声，从嘴巴出去，从鼻孔出去都不对，从际轮出去更不对，从这个
海底轮出去，或者是从密轮出去，更不对。所以唯一能够往生佛国净土，唯一能够跟本尊合一的唯一的方法，就是从中脉离开，经过顶窍往生，这才是对的。所以你的修法不一定要改，哦，我是这样子讲。那么再来呢，马来西亚的Amy 问的问题：师尊好，请问师尊，释迦行的大礼拜十万遍，可以像师尊每天早上做的伏地挺身200遍那样做完十万遍吗？谢谢师尊，这个爱你顶礼。伏地挺身，伏地挺身，我一般是做30下，一般是做30下，然后累积，累积成200下。那么那个不叫大礼拜，那个是伏地挺身。伏地挺身就是伏地挺身，不是大礼拜。那大礼拜法大家知道的，这西藏藏人的这个大礼拜，五体投地做大礼拜，下去上来，那算一次。所谓十万遍，你是下去五体投地下去，然后再起来站起来，这样子算一次，再弯腰再下去再起来，算2遍。这个大礼拜十万遍，不可以像师尊每天早上做的伏地挺身。伏地挺身是伏地挺身，大礼拜是大礼拜。那么大礼拜是这样子的啊，弯腰下去上来站起来，这是一次大礼拜，再弯腰再下去再上来，这是大礼拜。伏地挺身是下去，然后双手撑地，啊，做30下，做30下，就是伏地挺身。伏地挺身不是大礼拜，你不要以为我做30下就是30下的大礼拜，是错误的。所以你还是按照规矩，做完大礼拜10万遍。做完大礼拜10万遍，按照规矩，而且还要观想，啊，这个手还要推出去，然后观想前面有所有的诸尊，一切诸尊都在你面前，或一尊也可以，或者本尊也可以，或者是千千万万尊都可以。这是不能够投机取巧的。好，这是回答艾米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台湾的杜爱群，
请问师尊，弟子有一个知己好友，除了严重的睡眠障碍之外，其身上同时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病业很重，这位好友便无意愿自行做米衣收煞法，若由弟子帮他，非血亲眷属做米衣收煞法，弟子是否需要承担他的业力？他的好朋友，这个杜爱群的有一个好朋友，有严重的睡眠障碍，同时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病业很重。这位好友便无意愿做米衣收煞法，若由弟子帮他，可以做米衣收煞法，弟子是否需要承担他的业力？我问一下哈。莲花爱情问的，要不要承担他的业力？按照指示，不用承担他的业力，你帮他做是你的慈悲心，不用承担他的业力，不会的，不会承担他的业力。这是回答莲花爱情。其实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这个都是很难治的啊。黛比女士是到现在目前只能够减轻，一直到现在还没有真正糖尿病的真正的能够消除这个糖尿病的这个药，还是没有，只能够降他的血糖，降血糖的药而已，便不能够根除，所以是慢性病。高血压一般来讲，血压向上，我们是讲几岁血压向上？一岁出场亮相，十岁学业至上，二十岁青春荡漾，三十岁职场闯荡，四十岁稍微发胖，五十岁脑当益壮，六十岁就血压向上。所以这是老人病啊，高血压是老人病，但是现在年轻人也有高血压哦，也一样有高血压，这也是慢性病呢。心脏病也是很麻烦的，你心脏病吃糖太多也会影响到心脏病。睡眠障碍，一般老人啊，三个老人就有一个睡眠障碍，就有三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睡眠障碍，这个都是慢性病。用米衣收煞法可以治慢性病吗？这个还是有一个问题，还是有一个问题啊。因为冲煞的，你冲了煞才用米衣收煞法，因为是煞，有鬼神病，你才用米衣收煞法。
慢性病，你用米医收煞法能够收好，应该放鞭炮庆祝。因为米医收煞法主要是收煞，就是你去冲换，冲换到鬼，冲换到神，冲换到无形，你才用米医收煞法。慢性病能够用米医收煞法治的话，那真的是恭喜你，放鞭炮庆祝。啊，但是你是不会承担他的业力的。马来西亚的弟子连谈问师尊，开示早上念六遍南无高王观世音经，全身清净，请问菩萨如何放光加持？264文集当中的梦中梦里面是菩萨天心放光，是否观想菩萨天心放光照射我们六个部位，这个法需要灌顶吗？师尊开示早上念六遍南无高王观世音经，全身清净，请问菩萨如何放光加持？那个你去问高王观世音。菩萨如何放光加持你？这个高王观世音菩萨应该会回答，是梦中梦的菩萨天心放光吗？是否观想菩萨天心放光照射我们六个部位，这个法需要灌顶吗？我问一下啊，请问高王观世音菩萨，你是天心放光加持这个念高王观世音经的高王观世音菩萨的加持，是不是菩萨天心放光？这个高王观世音菩萨是这样子回答的，不只是天心能放光，高王观世音全身都能够放光。那你六个部位都有光，都能够放光，也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六个部位都能够放光照的。所以呢，你身上的六个部位都有光，高王观世音菩萨任何一个光来照你。那这个法需要灌顶吗？请指示。他说是的，这个法是需要灌顶的啊、这个念六遍的南无高王观世音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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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六遍，观世音菩萨任何一个部位放光都可以照你六处。
台湾的莲花俊伟问的：敬爱的师尊，弟子已受依喜撮嘎活母灌顶，最近也翻阅新书上的法本，但正行上仍有不明白之处。入我我入中讲的叶轮中有两个红色的三角形，是否就是金刚亥母的生法宫？第一个问题跟你回答 YES 两个三角形，红色的三角形就是金刚亥母的生法宫。第二个，转化这一劫，此时依喜撮嘎佛母已坐于心中莲花，而哄字或谢字由哪里出现？又如何放光清净行者的身口意？我告诉你，有的时候依喜撮嘎已经坐在心中，你心中的莲花，行者的心中莲花。那么这个哄字跟谢字，就是依喜撮嘎的心，依喜撮嘎的心轮，依喜撮嘎的心轮，这些哄字跟谢字，也就是从依喜撮嘎的心轮出现。同时也是你自己的心轮出现。我很简单的讲，一起抽卡进入你的中脉，到你的心中莲花，坐在你的心中莲花上面，它永远那么小尊吗？那么小吗？不会的，应该讲起来的放大，跟你的身子一样的大。这个时候啊，行者就已经转化成为依喜撮嘎。依喜撮嘎就是行者，行者就是依喜撮嘎。这个时候啊，依喜撮嘎的心轮就是行者的心轮，那也就是依喜撮嘎的心轮。心轮上自然有哄日放光，或者它的种子日谢日放光。由哪里出现？由行者跟依喜撮嘎的心轮中出现，可以放光让清净行者的身口意。同样的，他在心轮里面放光，就已经清净了行者的身口意。二合一的观想，二合一的观想。好，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打一个叉是什么意思？哦，法会念诵的咒是 Om Beza Ishi Choga Bema Siddhi Om。 法本上显的三个咒都不一样，其实四个咒都可以用，因为我念的咒就是 Om Beza Ishi Choga Bema Siddhi Om。 这个意思是讲一咒当中的智慧的依喜撮嘎本尊，他的莲花啊，他的本身的莲花净土圆满。Om Beza Ishi Choga Bema Siddhi Om， 就是他的
翻译 Om 智慧的依喜戳嘎本尊，他的莲花净土非常的圆满，这个意思就是这样子。我刚刚我念过 Om Beja Ishi Choga Bema Siddhi Om， 现在瓦本上的三个咒，第一个咒的解释 Om 智慧的 Ishi Choga 莲花净土 Om 成就一样的，跟 Bema Siddhi Om，西地就是多加了两个净土，净土成就。Om Beja Ishi Choga Bema Hom Hom Pei， 就是莲花，然后呢，去除所有的障碍。Om Beja Ishi Choga Bema Hom Hom Pei， 就是以莲花的净土。莲花的清净，去除了种种的障碍。Om Beja Ishi Choga Bema Set Soha， Om 智慧的 Ishi Choga， 你的莲花净土，种子日，阿弥陀佛等于阿弥陀佛的净土 ，Soha 圆满。一样的，这三个咒、四个咒都是一样的，没有差别。我这样子讲，大家就清楚。有一只猴子问按摩师，请问按摩全身多少钱？按摩师讲20块美金。这只猴子又问，那么只按摩脖子呢？只按摩脖子多少钱？按摩师讲不用钱。那按摩脖子不用钱，因为按摩一般来讲，按摩全身呐、20块钱，按摩脖子是附加的嘛，就不用钱。按摩师讲不用钱，小猴子这个猴子呢，高兴的对门外喊：“长颈鹿，你赶快进来，我请客，免费帮你按摩脖子。”按摩师说Shit！ 因为长颈鹿很大，那个都是脖子。的笑话。这个可能是语言方面的笑话。刚刚到素食店去，手机刚好没电，我就问女店员，这个人问，你们有电源吗？那个女店员就回答，先生，我就是店员。这个人又问了，我要可以插的电源，我要可以插的电源。他告诉警察，他这个店员叫了警察来，警察先生，事情经过就是这个样子。警察讲说，好了，不要再说了，对方现在要告你性骚扰。有可以插的电源吗？结果他 被那个电影叫警察来。所以有时候会有误会了。
他是要手机没电，要电源充电，对不对？没想到那个电源说：“我就是电源。”他那个人又问：“我是要能够插的电源。”结果他打电话叫警察来，告他性骚扰。这个有时候有一些误会啊。我在讲这个道果，所谓修乐、互斥、修乐，分两种：上依受用加持修乐，下依毕命双运修乐。从上师亲口了之，现教师。现教士之分义中，诵吟种种节等，为祭间种种宫殿，以等日列说，有三宫殿：心所依宫殿，喉受用宫殿，头顶不毁宫殿。诵吟其基本气等时，即开分为十。诵吟摄持之七类别，即各气各有，名为和等前述七种，共七十口诀要。诵吟之分气次第止于内，即以内持积五根本气之力，流动等五之分气一逐渐停止于内，暗示以回风转气，令丹陀离火燃，开解脉，令戒会集，当了知此三相，是生禅定之次第。诵吟电开多明点，位于一切脉处，戒严肃尽其所有，转化净分成明点，如皎如成书。胀开转多，若仅胀开一明点，即由一空行加持；如是胀开二等，一如是了之。诵吟所依等七，即明点自然安住于四宝脉。宫殿等，即以修习力增长，降之诸细微脉，此二者是以三昧雅空行，以智慧空行方式，交气而加持，自身相系，是生禅定之因。你们看到这个修乐这一段文字，谁能够解？啊，请问上师法师，现在里面坐的是上师跟法师，请问谁能够解释这一段？这个文字哦，他写的这个文字哦，真的是那个叫什么东西啊？不畅顺，
不畅顺，文字非常的不畅顺，让你看了、不明白他的意思，意思在哪里？他的意思在哪里？看了糊里糊涂，所以那个蒙古的佛叫做糊涂克图，那我们称为糊里糊涂，糊涂克图，糊涂克图就是蒙古的佛叫糊涂克图，我们就讲说糊里糊涂。真的道果的文字有些读起来很有一点通，有些根本就不通。什么是说颂吟？就是道果的颂句，道果的当中的一个句。颂吟，颂吟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道果的金刚颂里面所说，就是颂吟。这个都要解释的。复次，就是再一次的跟大家讲，修乐，乐有四种，对不对？一个喜，圣喜、最圣喜、寄生喜，就是乐，喜就是乐。分成两种，要修乐分成两种，上依受用加持修乐，下依秘密双运修乐。上依受用加持修乐，本尊或者空行母是你的受用，当空行母加持你的时候，你就可以修行这个四喜，修行四喜。这个第一个解释。下依秘密双运修乐，就是再来秘密双运，其实就是明辉，起明辉，秘密双运，修四喜，修出四喜。下依秘密双运修乐，就是修四喜。从上师清果了之，必须要由根本上师去解释，你才能够知道。所以不管是上依受用加持修乐，一定要根本上师教你，这个是属于助见法，助见法的范围。第一个是属于助见法的范围，第二个是属于秘密明辉双运的范围，都是必须要上师亲口教你才能够知道的。现在教士之分义在讲其中的意义，颂吟种种劫等，种种劫等，我们人身上的脉不是完全通的。当你在通脉的时候，由空行母加持你，让你产生的喜乐，产生的喜乐，或者是由秘密明辉气跟气在通气的时候加持你，然后打开脉结、种种结等，
你只要打开种种结，就会产生种种的喜乐。打开一结，你就有喜乐产生出来。为祭间种种宫殿，以等日的说列，等日是梵日，等是梵日，有三个宫殿，这三个宫殿也就是脉节的所在。心轮是脉节，喉轮是脉节，顶轮是脉节。顶轮是脉节，心轮是脉节，喉轮也是脉节。他用宫殿做名称，用宫殿。宋银其根本气等时，即开分为十，其实是五种气，再分成五支气，五种气加五支气，就是十种气。基本气等十，五种气就是上行气、下行气、这个伙伴气、偏行气跟病气，这是五种气，它的支气也是五种，加起来刚好是十种。宋银摄持七类别，即各气各有名为和等前述七种，共七十可结药。这个是讲过的。和所住，和所因，和所病，脾极态啊，这些东西啊都是刚上一节通通都讲过了，一共有七十个口诀，七十个问题，七十种解释，总七十口诀药。宋银支分气，支分气次第止于内，即以内持积五根本气之力，流动等五支分气，以逐渐停止于内。什么意思？就是说，用五种气跟五支分气来进入你的脉节当中，住在那里，也就是眉心轮、喉轮、心轮，这样的住在这个脉轮里面。脉轮里面是什么？就是结。他们这里写的是宫殿，宫殿。暗示以回风转气，令丹陀尼火燃，也就是说，已经慢慢的指示你。利用回风转气的方法，让浊火点燃，开解脉，令戒会集，当了知此三项是生禅定之次第。以气、以轰、以脉，气脉跟明点，然后汇集，把脉节打开，这个是生禅定的次第，能够得到入山昧地的方法。宋银张这个一个定啊，是读着什么？张开多明点。宋银张开多明点，明点如何产生的方法？我们靠食物增加明点，靠你自己本身的这个
明心轮的菩提心业意，来增加明点，明点的低落，也就是靠着火去染这些明点，为一切脉处借尽其所转化，尽分成明点，如同皎如成书。这个方法就好像那个牛奶，把它搅这个牛奶变成酥，酥就是可以讲是 yogurt， 牛奶搅一搅就会变成 yogurt 搅一搅就会变成 cheese。 哦，这个道理是一样的，把它搅动，搅到把明点搅一搅，就会变成这个 yogurt 搅一搅就变成 cheese， 然后胀开转多，若仅胀开一个明点，我不跟你解释啊，你们会听不清楚。不过跟你们解释也不一定听得清楚。那个还要必须再增加解释，空行加持，如是障开二等一如是了之。其实空行加持跟蔽密明辉彼此之间加持，都是这个道理，全部都是这个道理。诵吟所依等期，你依照这个方法去做，也就是明点自然安住于四宝脉宫殿等，即以修习力增长，降之诸细微脉。此二者是以三昧啊空行，以智慧空行的方式交其而加持，自身相续，是生禅定之因。就是告诉你哦，用这个明点能够安住在四个宫殿。四个宫殿是哪里啊？那当然就是明心轮的宫殿、喉轮宫殿、心轮的宫殿、际轮的宫殿，或者是密轮的宫殿。由际轮产生的浊火，密轮宫殿、心轮宫殿、喉轮宫殿跟眉心轮宫殿，这四个轮，这个修，因为你练习的力量增长，能够除了宫殿以外，会到其他的维系的脉里面去。我们全身有72000脉吧，72000脉可以到维系的脉，一直到毛细孔。用这种方法自身加持，自身相续，能够产生禅定，由生乐产生禅定的方法，就着火明点互相交融，然后变成这个，好像是说搅动以后啊，就变成优果了。那么用优果的方法住在宫殿里面，到最后开所有的脉轮，流遍全身。那个时候会产生禅定的原因啊。这一段的解释跟大家解释完，很难解释的，你自己看一看，我讲过以后你们回去看了，还是迷迷糊糊。我如果没有修过
没有修过这个法，讲不出来的，他写的什么东西？一对夫妻去看医生，丈夫非常安静，太太却喋喋不休。太太讲：“医生，我老公已经失眠很多天了，怎么办？”医生讲说：“我开3天的安眠药，让你们带回去睡前吃。”太太讲：“我老公对安眠药过敏，恐怕不太好吧。”医生讲：“没关系，药是开给你吃的。”什么意思？就是我常常在跟人家扶正的时候问他，他这个问男的：“你这个女朋友喜欢讲话吗？”他们讲说：“这个女朋友，我那个女朋友不喜欢讲话。”哦，恭喜你哦，哦，恭喜你哦，你以后幸福多了。你问男的：“你女朋友喜欢讲话吗？”那男的讲：“我女朋友很喜欢讲话。”我说：“惨了，睡都不能安宁。”女生不讲话的，如果娶到了，真的要放鞭炮。女生哦，喋喋不休的非常多了。这个笑话是到面摊点了一碗什锦汤，老板很热情的问：“要30元的还是50元的？”我说：“要50元的。”这个汤就出来了。我随口问了一句：“50元的汤跟30元的汤有什么区别呢？”老板讲：“没有区别，就是有人愿意给50块，有人愿意给30块。”这个老板很厉害，他懂得心理学。我曾经讲过一个笑话，一个卖咖啡的在路边有咖啡桌，有人坐下来，有一个店员就过去问：“你要喝咖啡吗？”那个人坐下来说：“我不喝咖啡。”那生意，那个咖啡店生意非常不好，结果就把这个店员给他 fire 掉。因为那个店员老是走过去问客人：“你要喝咖啡吗？”有的人讲说要，有些人讲不要。那再换一个店员讲话就不一样了，过来问客人：“你要热的咖啡还是冷的咖啡？”他说：“我喝冷的。”一个讲：“我喝热的。”就两个选择。坐下来，本来路边的座位是不用钱的，但是他过来问：“你要热咖啡还是冷咖啡？”所以他咖啡店就生意兴隆，讲话就不一样。要懂得讲话，你要不要咖啡？他可以选择不要，你就没钱赚。跟你讲，你要热咖啡还是冷咖啡，就绝对有钱赚。有一个人叫阿达，爱逛夜市吃美食，
但扒手非常的多，台湾也是一样啊，夜市扒手是很多的。曾几次吃完东西才发现皮夹子被拔走，没钱付，进了警察局。这是阿达想挫一挫扒手的业绩，带着空的皮夹，把钱藏在有小暗袋的黄道皮带，安心的吃美食。阿达吃完东西站起来时，感觉裤带松了，低头一看，妈的，皮带被剪断了，但空皮夹还在，皮带的钱不见了。正在尴尬的时候，老板走过来了，先生，钱有人替你付了，也留了一张纸条要给你。阿达打开纸条，上面写着，请不要怀疑我们的专业。所以真的，钱放在哪里都会被拔走。真的去夜市场，到夜市场要小心一点。真的观光区也是一样，尤其是欧洲，尤其是欧洲把守非常的厉害，因为冠状病毒，欧洲的观光客减少，把守起来，集体的把守起来示威抗议，要政府开放观光，所有的把守联合起来示威，所以要政府开放观光。昨天晚上10点，一辆小巴士往阳明山的山道开，车上的我在睡梦中醒来，我发觉车上的乘客全部不见了，连司机也消失了，而车呢却沿着山路缓缓地开着。我浑身一个大，浑身发抖，大声喊有鬼啊，这个车外面喊有你个头啊。突然窗外啊传来这个声音，讲车子坏了，我们都在底下面推，就你一个人在做梦睡觉。所以事情发生必然是有原因的。情人跟情人讲话，旧情人吧，分手这么久了，你过得还好吗？以前过马路的时候都是你牵我的手，现在不知道你牵的谁的手。其实也没什么啦，就想告诉你，我刚拿到驾驶执照了，以后过马路你给我小心一点。这是恐吓。今天老师啊，叫我们写一篇关于浪漫的作文，要求言语精简，词句精炼，故事必须以悲剧结尾，不限文字数。于是小明就写了几个字，嫁给我好吗？老师，你嫁给我好吗？结果老师就叫他滚蛋。
这个跟疫情有关的，有一个男子下班回到家，洗完手就坐下来用餐，尝了几口，抱怨老婆所煮的菜肴淡而无味，如同咬蜡。太太呢，就电话告诉市府单位，说他先生没有味觉。这个检疫所呢，就派车把这个男子载走，并隔离14天，警告所有的先生们，千万别嫌老婆的手艺，或者关你2个礼拜。啊，今天就讲到这里。Om Mani Padme Hum。